有人就問：喂，師傅，影音展關唔關你事啊？嗱，小弟咧就冇資格去擺 booth 啦。不過掹車邊咧都叫有一個產品咧喺影音展嗰度首次公開發售，就係我手上呢個本地樂隊 Tonic 嘅黑膠啦。即如果跟開讀海浮沉或者跟開我 channel 咧，就知道我對上嗰只出品嘅黑膠咧就係方浩文嘅時間狼黑膠，亦都係方浩文首隻黑膠大碟啦。現在已經冇得賣㗎啦，斷曬貨㗎啦，我自己都冇，我得一隻聽㗎啫，唔好問我啦。咁呢隻咧 Tonic 嘅黑膠都係 Tonic 首隻嘅黑膠大碟，裡面係一啲精選嘅歌曲啦，亦都係非常人氣嘅歌曲啦，例如《時間的初衷》啦，就係電影《一秒拳王》啊，一套去年好爆嘅電影嘅主題曲啦。另外就仲有脍炙人口嘅《長相廝守》啊，當年橫掃各大頒獎禮嘅歌曲嚟嘅。咁雖然啊，有呢啲好出名嘅歌喺隻黑膠度，不過我自己係中意咧另外一啲可能叫做冷門啲嘅歌，不過網民會聽過好多次嘅，就係 TONCK 啦，我不能忘記你啦，雪糕糯米糍啦，同埋奶嘢。咁呢只碟咧其實係分 A 同埋 B 兩邊啦，一邊咧就係 pop song 嚇，即係大家會多啲喺可能收音機啊出面派台會聽到嘅，另外一邊咧就係 punk song。咁就可能喺網上發布啦，未必係好 mass media 嗰度會聽到嘅。但係我中意嗰啲歌多啲，尤其咧係我不能忘記你嚇。我不能忘記你係講 this AV 嘅。咁你知道係咩就知啦嚇，唔知道嘅就買只碟聽一下咯。知道嘅就更加要買只碟聽一下啦。而頭先講呢幾隻我好中意嘅歌啊 ，TONCK 我不能忘記你、雪糕糯米糍同埋奶嘢咧，係為咗呢只黑膠大碟咧重新灌錄嘅。因為咧呢幾隻歌咧都有一啲年份啊，而揾唔到當其時最 raw 嘅 file 可以 edit。因為我自己有個原則嘅，我希望為咗呢、這個黑膠大碟咧可以重新做個 detail 啲嘅 remastering， 而重新錄過咧係所有音樂啊、唱功嘅效果咧都係比以前再好咗嘅。雖然講係黑膠啦，但其實佢唔係黑色嘅，即係樂隊咧都想玩一下一啲靚啲嘅嘢，咁所以打開俾大家睇下先。咁個封套已經好靚啦，底面咁樣唔同顏色。咁另外仲有張大海報連歌詞紙啦，咁有位貼嘅都幾型噶。如果喺演唱會現場買一張海報係要$60噶，定$80我唔記得咗啦。咁後面就係歌詞紙，好精心設計嘅。咁啊，重點嚟啦，就係隻膠。好靚嘅透明黃色襯翻中間黑色紙啊，攞出嚟好似好睇啲添。咁黃色黑色係佢哋今次個顏色啦，咁亦都襯得好靚嘅。我好希望各位會去影音展嘅朋友啦，可以去到瑞城嘅攤位 H04 嗰度咧，就購買一隻 Tonic 首張嘅黑膠大碟 Here and Now， 係首次公開發售嘅，之前淨係喺佢哋自己嘅演唱會同埋網上面賣過嘅啫，第一次公開發售。咁同埋咧，現場係有少量嘅四個人簽曬名嘅簽名版，咁行影音紙嘅朋友咧就唔好錯過啦。